那边那个韩国小姐姐是我在这个咖啡厅遇见她的第五回了，她好像在学习中文哎，但是好像她今天跟昨天的发型不一样哎，好像是换了发型，感觉好像更好看了一些，看她的表情好像是有问题不会，离她近一点吧先。应该是有问题不会，这样吧，我过去帮助他一下吧。혹시중국어배우고있으세요저중국사람인데요혹시중국어모르는거있으면저한테물어봐도돼요감사합니다근데제가지금공부중이어서공부해보고모르는거있으면물어볼게요저일단갈게요네아예어네哎咖啡拿错了尴尬呀哎他怎么走过来了죄송한데혹시연락처좀알려주실수있으세요你有微信吗我没有微信你的电话给我今天通过他的电话加了他的这个卡套这个是他的账号先看看他的照片吧完全是我的理想型哎这个是我今天和他的一些聊天记录结果呢他从今天下午四点到现在快十一点了还是没有读取我的消息哎不知道他是忙还是说不想回答我我先睡了吧今天太晚了我现在早上起床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回复我的消息哎今天天气不错祝他有好的一天吧儿子呀你说你未来妈妈是不是太忙了所以没有回我信息呀咋办呀其实吧我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先交个朋友而已慢一点慢一点慢点慢点慢点他到现在还没有回复我的消息我现在准备吃我的晚饭但我真的突然觉得这鸡腿都不香了哎现在离我吃完晚饭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快十二点了现在还没有联系我今天的事情终于忙完了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回复我的消息哎不知道哎他怎么突然给我打的视频啊什么情况好尴尬呀先接吧你好哥哥오빠안녕하세요제가오늘하루종일회사에서너무바빠가지고답장할시간이없었어요많이기다렸죠아니에요저도오늘회사일이너무많아서핸드폰볼시간도없었어요아진짜다행이다오빠제가일요일에중국어공부좀하고싶은데혹시시간괜찮으세요아뭐네시간있어요제가뭐도와드릴게요싸그러면홍대에서2시에만나요네안녕빠이빠이자이즈빠이빠이今天和夏天见面现在准备去和他约定的咖啡厅突然有点小激动啊他现在还没有到哎他现在过来了他哎啊没有没有我也刚到啊다행이다그럼오늘잘부탁드립니다老师나여기부분이너무어려운데한번봐줄래我看了一下这些确实挺难的我觉得我们以后要经常见面才行啊这样的话汉语才会提高得更快对吧真的吗那谢谢你啊오늘친구가알려주셔서너무고마우니까내가밥살게정말응아나지금배너무고파빨리가자그럴줄알았어여기내가요즘에자주다니는맛집이거든아정말다음에또
마트 가고 싶으면 내가 서울 마트 데리고 갈게. 아마존으로 타시시면 돼. 근데 나 뭐 하나 질문해도 돼? 뭔데? 아, 춤은 안 돼? 아, 그냥 친구들이랑 수다 떨고 그러고 놀지? 아, 그럼 뭐 이런 주 나랑 만나도 돼? 이번 주? 어, 끝났나? 안 돼. 아, 왜? 농담이고. 今天来见夏天已经迟到了，哎，今天来见夏天已经迟到了，哎，나왔어가자여기한강입구야빨리가자와나여기처음와진짜예쁘다예쁘지어아너무덥다아是不是真的骑得太累了와진짜힘들고사람진짜많다그치너여기자주와서산책해봤어아니잘안와봤어아진짜응한국사람들은이계절에한강와가지고산책하는거진짜좋아해정말응이게여기다가이제치킨에맥주한잔하면은진짜최고야맛있겠다완전짜我现在真的觉得我好幸福呀응你说什么아니그냥다음에같이밥먹자고아아니다음에말고지금편의점가서맛있는거먹자아정말 Ok, my fancy 아좋아근데 저번엔너밥사주잖아이번엔내가살게그냥어그래그러면내가고를테니까너가계산해오케이你怎么就买两袋拉面啊我请客你可以再多买一点呀진짜그럼나편의점더탄다아아아니인데아장난이야농담이야너한강에서라면먹어본적없지내가전세계에서제일맛있는라면끓여줄게这个是韩国煮拉面的机器夏天现在来帮我煮拉面呢夏天我안녕근데너오늘왜나랑만나자고하는거야아나오늘진짜기분좋은일있거든내가밥살게에왜또나한테밥사는거야아근데너오늘무슨좋은일이있어응나오늘하나씩받았어아정말얼마나에50만얼마헐대박이렇게많아그래서내가오늘밥사는거야아근데너자꾸나한테밥사주면부담스럽잖아아니야이정도는내가충분히살수있지아내가남잔데너랑같이밥먹을때너돈자꾸내면어떡해실례정하지마한국에서는여자가남자한테밥사도괜찮아아그래응烤肉很好吃谢谢你啊嗯那以后经常给你买好吃的吧에너돈자꾸쓰면어떡해괜찮아너아직취준생이잖아에그치지금한국에서비자해주는회사찾는거진짜어려워그래서너무짜증나그러면비자끝나면중국으로돌아가야되는거야아모르지그전에일이없으면돌아가지뭐그럼내가이력서쓰는거랑회사찾는거도와줄게아정말하세요그리고열심히하다보면하는일다잘될거야고마워
안녕이거뭐야너아프다그래서좀샀어어잘먹네요도와줄게뭐야수국이너있어별거아니야좀쉬고있어내가어여기좀해줄게뭐야진짜많다너이거이따가다먹어야되는거알지夏天在给我做饭呢嘿嘿我现在去看一看他在做什么呢吧진짜맛있겠다맛있겠지어식탁에계속앉아있어금방해줄게알았어뭐야과일도만들고있어응你是不是太贤惠了呀对呀나원래사람들챙겨주는거되게좋아해어그래그럼앞으로나많이챙겨주세요 알겠습니다네아真的谢谢你啊夏天给我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真的很感动哎아니야너혼자서외국에있으면서뭐비자도챙기고그러느라고힘들지만힘든거알지만그래도我知道风雨兼程途经那段耳机可怜我能拿出来的人很感动只为与你相拥此刻已皓月当空爱的人手捧星光我知他乘风破浪去了黑暗一趟感同身受아맞다아진아어나이번에새로운중국어단어배웠다어뭔데홍주연너이거어떻게알았어친구가알려줬어아이你怎么可能是工具人啊哪有这么好看的工具人开玩笑뭐야예쁘다는말그만해아니너이번에이거내가도와줘서취업잘되면어떻게보상해줄까아한국사람들도취업못하는사람맞는데나외국사람인데그렇게쉽게되냐야그렇게말하지마내가생각하기에는너진짜훌륭한남자야모든중국남자들이다이렇게너처럼배려심많고딱다정하고이렇게이러지않을까아너이렇게말하면나부끄럽잖아아니말돌리지말고너내가도와줘서이거잘되면어떻게보상해줄거야아만약에진짜잘되면每天给你做好吃的每天带你去好玩的地方还有反正你想做的事情我都满足你好不好我不在我今天要和夏天表白了我现在来他公司楼下等着下班嘿嘿祝我成功吧在等夏天下班呢看来还要再等一会儿不过好激动啊一会儿就要表白了嘿嘿哦夏天 Surprise 뭐야왜왔어아그냥너보고싶어서왔지뭐야얼마나기다렸어오래기다렸지아니야많이안기다렸어야그래도다음부터는오면나한테미리얘기해너이렇게더운데밖에서기다리고있으면어후이신당당아이렇게말하면부끄럽잖아근데너퇴근하고가고싶은곳이없어나나는서울에사니까다가봐서딱히가고싶은데없는데왜가보고싶은데있어어나가고싶은곳이하나있는데같이갈사람없어서같이가줄래어디야뭐그인용기여기가네가오고싶은곳이야어나여기처음와진짜나도여기처음인데와근데진짜예쁘다아진짜너무예뻐아근데아나는할말이있었어뭔데아其实什么아你喜欢我吗아我也喜欢你당황스럽네그럼우리오늘우리그럼우리오늘부터1위할까아좋지나는 아근데준비하는것도있었어이거뭐야이거뭐야
준비했어. 니혼 크라이. 또 뭐 더 쓸까? 같이 행복하자. 月城和夏天。그럼우리오늘부터만나는거다알았어 왜나그렇게쳐다봐예뻤어아니그냥예뻤어 아미안해미안해나좀빨랐지어최태현어떤일이야전화도없이아그냥너보고싶지아진짜어전화좀하고오지그랬어아그래 뭐기분나쁜거아니지아니야아니야기분나쁜게뭐였어좀당황스럽다어근데아까누구야전화 그렇게막끊어도돼그냥회사일이야어알았어다음부터는전화좀하고와알았지어알았어다음에미리말할게기다리잖아어미리말할게자이제배고프다뭐뭐밥먹으러갈까그래여기내가맛있는데아는데어거기가자그래요어정화왔네안받아도돼아별일아니야진짜그냥모르는거어알았어그럼가자绿帽子就扣在你头上你能把我怎么样我的心都